三民区本和里有一位民众肯定里长庄家明四年来的服务，特别制作了一段影片。当里长看到这段影片时，对支持者满是感动和感激。虽然不知道作者是谁，但感触良多。除了感谢他的支持外，也强调服务里民的心将会持续下去。就让天给我些时间。短短一首歌的时间，记录下四年来的点点滴滴。这是三民区本和里里长庄家明的支持者特别为他做的影片。整合里长为民服务的画面，再搭配上歌曲，当里长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，对这位支持者是满心的感动和感激。他在 LINE 上面的名字是不是用本名？那突然传了一个影片给我，那我也没有很注意。那突然有一天，我就把他说我点点看好了，我以为是广告影片，结果点阅之后才知道是我所有的这四年来所做的事情，po在脸书上面的事情，他把它制作成一部影片。那尤其他又配了那一首歌曲，我觉得还蛮感动的。虽然不知道作者是谁，但里长非常感谢他。四年的任期内，里长努力投入建设及服务，里政大大小小事情全部亲力亲为，因此深受里民的支持。很惊讶，对啊，那也很感谢了，对。那做个留念也好，比如说晚上白天下雨天在顾志宏池，避免淹水的状况，或者说我在里内所做的建设，或者说防治登革热这一部分。庄家明里长的体贴用心，大家都看在眼中。这次得到支持者的打气，让他更有动力继续为民服务。港都新闻张世明、洪静怡采访报道。